啊，静跟风间还在吗？感谢静跟风间的50颗星星跟500颗星星。看一下哦，你星星不见了。看一下还有谁哦，没人了。我只看到都在刷666。好了，没人。哦哟 ，JNJANEWU 安安，然后 TIONGTY 安安，感觉都不在了。这些都是《王国之战》的观众，哇，人都不见了。这安安，很期待之前喵哈说的饮料题库啊，有饮料题库吗？没有讲哎、欸，捷云我早就安过了，好不好你嘞？我早就安过了，你在抖1000之前，1000颗星星之前我就安过了，你在那边搞骗，没有吗？我没安吗？有吧？没有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该绕路咯，毛茸茸安安，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哎、欸、哈，捷云安安。我只看到你打教主666，抱歉。唐宝宝安安，林正哲安安，啊、哦，歼灭！感谢你的1000颗星星，有啦，我刚刚讲你要强调几次？感谢你的1000颗星星。哦，哎、欸，原来是打字哦，那样、哦。教主万安，雅思说不能跟我一起过来砸星星的。哎、欸，雅思怎么了？喂，我的电脑刚刚要更新，难怪刚刚爆炸了。要多久？进来了。我看一下、喔，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这种版权啊？东西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这样这个打完，我是不是可以打猎人们永远的梦想？你要看你几等啊？好像六，要六等呢、欸。因为我刚刚是五等。不一定哦，他有时候是很几百哦，你要打两只魔物才会加一等哦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看一下。那有时候你打一只魔物就给你加了四等。为什么我连不？找不到吗？雅思说他 FB 没有绑信用卡。好好好好好，那叫雅思来看台就好了啊，不用抖没关系，人到就好啊，钱到干嘛？是不是？哦，你听得懂刚刚那个哦？我在刚刚在巧克力的后援会看到的。但我真的进不去了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进来了，哎、欸，是他骗我，是你跟我讲的，我管你他骗你。靠北，我是这首，对啊，你们知道、喔，我再听听看。为什么你就会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？我讲过了、啊，你都是干，你都没坑他呀、喔。我说，你们可能看到哎。欸A 有时候讲话 B 看不到，但 B 讲话 A 也有时候看不到。那、啊、有时候你们、欸、对 B 真的很烦啊！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打出去，结果实际上根本没有传出去，他把敌人吃掉了。他有传出来，我看得到。我现在就是用 OBS 的内建的在看。哦、oh. ，小心我帮雅思抖、哦，雅思才不会抖这么少嘞，有没有？
没有啦，感谢，不是啊，我是说雅思人到就好，钱不用到没关系啊。干，你们都听过，傻眼。我觉得他画头很可爱，可是他下半身就崩掉了。因为他的我可下半身有点拉太长了。不然我很喜欢他的画风。啊，那个眼。什么鬼？你要发现这一首有版权，为什么你都听过啊？傻眼呢、欸！傻眼！捕获水妖鸟，这样就可以有了吗？还任务啊！看一下，FB 又发生事情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连续3天晚上直播都还是没赶上，晚上会断断续续的问题。哦，有人晚上是会一直断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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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掉。哦，我算幸运的嘞！天哪，你们还不好好珍惜我的台，都不会一直断线。他们是断到无法开台的呢。哎、欸，对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请理理我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说其他台你的台真的是不会断的。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小台啊，有没有那种人家几百几千在看的，然后被 DDoS。啊，我刚刚 FB 重整了。哎、欸、靠！播这首歌就调出人家打字，天哪！弹丸论破小瓶子。哦，原来你画面上会有那个尖尖的一竖，就是那个对掉啊，落物。有更好的啦，可是我看习惯了，就用这个。有的是会哎，这显个好示，显眼哦。有的是会显示那个很像是霓虹灯那种框框，你懂吗？很像招牌灯的框框。跟你讲说，这是嘿。魔物掉落物，然后这是石头这种东西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啊，一个光柱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很显眼，很贝适蒂合空余我。安安，夜夜安安。对啊，你好了没？我好了，我已经在里面了。啊，你又有了哦。哦，白痴就哦，你是我说想猎人要。们永远的梦想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是不你会？不是说是打这个？是打这个啊。对啊。要捕获，你不要杀死了好。哦。哦，难怪要打六等，因为这只水妖鸟就是要打过才能打它啦，你没打过不能打的意思啊。哦，是哦，原来是这我样觉得的。这才合理呀、啊。你没打过水妖鸟却把它打死，有没有？这不合理呀、可是它是活动就特殊啊，啊。你现在在顶撞我喽？没有啊。对不起。很多，比如说你哪有可能一个低等活动叫你去打古龙，懂好吗？像也是哎。我知道你们有在啊，只是之后就没打字啦，想说调出来一下啊，漏定死，对，我没吃饭。去死啊你！养成吃饭的好习惯好吗？好的。因为这边这个冰原开始丢包几率超级超级高，而且我被丢包后，我就忘记要回家这件事情。来跟我，你先吃饭。而且掉落物，魔物的掉落物跟地上的捡到的掉落物明明就是伤害一样啊！哎、欸，有一帮有人在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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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，你们隐身衣装，你们隐身衣装。有啊有啊有啊！好，你先穿着再出去。有个叫摇曳曼女王的，有看到吗？橘色的那个，嘿，抓它，它是稀有环境生物。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橘色的，
摇曳曼女王。我刚走到洞口要钻出去的时候，看到他，马上把鼓。我好大只哦！摇曳，他有大小金的。好了，走啦。哦，我刚是吃到生物博士啦，所以才会比较好几率出到这个生物博士跟。最后一个可以主动吃的叫猫的那个，可是叫什么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任务猫的生物学者啦，这个是随机的。啊，另外一个是猫的生物博士可以主动吃的，这两个都是可以增加魔物出现的几率。哦。水妖鸟嘞？诶？なんで？诶，他不是应该要在这边喝水吗？对啊。看这群猫西龙是北齐哦，在干嘛？而且我在这不能。没有，现在那个蜥蜴。你跟这边的猫咪友好度不够高啊。你还要反驳我什么吗？我没有，我以为他们可以算同一张地图，然后没有啊，哪里归哪里啊？看一下哦，岛后面。算了，我用这个去找。猫咪走，带我去捡足迹。啊，总是倒这里，你有病哦！你先去找，我去找另外一边。哦，好。哎，听到这首歌会露出来的腐女，什么露出来的腐女？找到就打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跳跳大剑！水，你干嘛？我以为他是那个。没有头。哇！
干嘛？为什么他？你在干嘛？不能扒、啊。我怎么知道？你扒肩膀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在他脸上哎、欸。我扒扒看。还是他流口水的时候打他没有用？有啊，流口水有用啊。可是他刚刚不转方向哎、欸，他一直看那个猫西龙那边。有时候流口水是红眼之后的流口水，他不一定是黄眼。哦。刚刚他那个一整个痴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。你还敢说别人？还可以撞啊，小姐。啊、白痴，我怎么在剪毛啊？我来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！我受不了了，我来。啊，没了！你看你，你看看你，为什么剪到他的毛了？跟我学我讲话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剪满，所以我要剪。断，怎么还没断？可恶！他好像攻击哟，他的头。我要猫了。我要猫了。看谁最先猫，我不救我，我要怎么救你？我说布布救，你是布布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听了都不救我。救人就是拍人家一下啊。哦、是啊、哦。对啊，人家晕眩啊，晕眩就可以拍人呐、啊。拍啥小啦？打队友还打人呐、啊？看我要冲来冲喽！怎么一直红眼呢、啊？黄眼的啦，黄眼你也不会珍惜啊！你看在干嘛？黄眼的啦！我看到了。按哪里要干嘛？你看，按错了。哦，气死欸！撞撞，快快快，直接撞啊！浮空龙就在你前面，你是白痴哦？为什么扒他脸呐、啊？不是哦，他也可以撞龙。我有没有说过龙可以撞龙？你有没有记得？我没有讲过。啊，对啊，我讲过，我们讲过。有。像这样不？明明就讲过，你打哪里？你不是要打脸吗？尾巴，他不是可以断尾巴？可以啊，我在打。对啊。可是你要跟我抢，我就很难过。哦，对不起。不是我在打脸，你一直在打我，我是难过这件事情。那可以打队友啊。可以。双刀最容易打队友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之前都打到队友了。对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昨天节操一直在笑吗？
我知道了。被你气死！而且当时你选双刀，我记得我提醒你，跟你讲说这把不错啊，可以打队友哎、欸。哦对，然后我很开心，就说好，我就要他了。在忘记啊。太刀还好，双刀比较明显，好不好？他可以抓嘞，去抓吧。他在哪里？他飞走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在睡觉的地方，他喝水的地方，这里。要先去触发他，要先去触发一下，他就下去了。你不用跟我上来啊。哦，爸爸，你说要先去哪里？是啦，我去就好，这个交给我来，你比较强，你去抓，就根本不下去，有没有？就在这边直接抓了。咦、欸？真的不下来、欸？跨小。跨销，要你哪里走？啊，对啊，等你哦。你刚刚说可以抓，但是不能抓。等你抖内哦。啊，你几个那个姚一曼的袋子？什么摇一曼的袋？奖励。我刚刚直接按掉了。快气死了！你看，你现在刚刚不看，现在要跑去工坊看。啊，要跑那么远啊！你才知道哦，刚刚不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。对不起。手不按那么快 ，Ctrl 按最慢。加工，我有三个，刚好可以做一套。那就做啊。好可爱哟、哦，他！我的主线没有任务嘞。你没去还而已吧。你去月城找，你应该有惊叹号。嗯。我好想没有饼干吃了。没有饼干吃的，买啊！多少钱啊？我要去打开 Seven 的这个，什么 Big Rose？ 那个就是新手守门员，你看你可不可以打过？估计是不行啊。我没有看不起你，只是
我相信你不行，我相信着你，我相信着你打不过，我没有看不起你。这跟看不起有什么差别？嗯、啊，我没有瞧不起你啊，我只是相信你的实力是不行而已啊。看不起跟瞧不起是不一样的。是吗？看不起就是直接想说你这么烂，你不行。啊，我是相信你真的不行啊。那你打打看啊。我先把金汤好的。我先跟你讲哦、喔，我穿着上位装备打那个打不过我。好，我打不过。你去看看啊。怎么那么多？啊，那时候会建议说穿那个瓦斯咖喱饭啊。等一下哦。好。好了。吃咖喱饭。啊，那时候会叫你做蒙牛装，就是我刚好看到他有吃菇三，就是被那个龙达快死的时候，刚才吃个风茄，血就马上满了。风茄，所以我现在要带一个风茄。你一个风茄干嘛？一个也不够吃啊，风茄可以带十个。会叫你穿吃菇装，就是因为可以吃十个风茄，如果再加上你有那个什么结石的话，就是满足感。你可能吃了一个风茄，还会还你一个风茄。你可以一直狂吃猛吃，懂不懂？啊、懂。我觉得就靠这样子过到最后的啊。伤害输出会低一点点，可是存活率就很高啊。我要的不是输出啊，我要的是能过就好。电脑挂到一半，全都画面没了，什么全都画面没了？哎、欸，对，那个你们刚进来的兔崽子啊，那个赖群有那个 DC 的位置，那你们就加进来，这样子。然后你们进来的应该有填什么单子吧？会给你一个数字，那个就是你们是第几个订阅的人。理论上我是第一个啦，只是我没有填，因为那时候就已经点下去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从我的账号里面扣下去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内定是兔子是第二个，他是二。哎咻，胶带好烂哦、喔。那个防潮湿胶带撕一段下来，分成三段下来，烂死了。下面 DC 就是 Discord 啊，有 Discord 的网址，有 Discord 的连结啦，应该有吧？有吗？秀，嘿、hey, ，有赖群有 Discord 的那个吗？位置，赖群 Disco， 对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兔窝群有没有 Disco 的位置？有吧？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我记得在那个记事本打开往下滚啊。对啊，新来的都要先看记事本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欸，新来的去看记事本哦，没看的话，可能会踩到别人底线哦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大家进来都会先说叫你们看一下
对，不是只有打招呼说个嗨就没事了。对，要看记事本。哦，我没有说清楚，北七哦。白骑士，冰牙的。啊啊！吃饭，吃饭。哦，好久没吃了。吃啥？起司威化蛋卷，哦，起司蛋卷威化，那个好久，好好吃哦。那兔子买之前买给我过，然后看到 Seven 好像是卖不好，在出清，就买回来吃了。然后还有巧克力口味，我觉得起司味很重，好吃。我没有办法一次吃太多。吃几个可以，但是太多。当然啦、啊，有人可以一整包把它吃完呢、欸。啊，包？一整包？我买的是一大罐呢、欸。嗯，它好像有包装，就是一包一包的那一种。就是很粗，它的手，它那个蛋卷真的很粗。哎、欸，直接进去啊！那个要看动画的哎、欸。我进去啊。哦。我刚只是忘记吃饭，先跑回去吃。你是要帮你，还是要试着打打看？先打打看啊，不行我再叫。好啊。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去采矿，跟观众聊天。好。跟变装备。好了，观众，我们来聊天吧。起司。威化蛋卷啊，它就是超商卖的一个黄色的圆柱筒，然后里面就是蛋卷都很大一根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哇，起司的，然后闻到味道怎么，味道怎么有点好像不行，结果吃了一颗之后就哦真香。然后兔子就说对不对，很好吃哈。我说对啊，好好吃哦。蛋卷威化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他那边写荔枝是 R O L L S 起司蛋卷威化哦，蛋卷威化啦，对啊，蛋卷好吃哦、喔。这个好像是上个月买的，然后想说哪天晚上通宵台边吃边玩，然后放到现在一直还没吃。我就知道时机到了，把它打开来吃了。我比较纳闷是为什么椅子上会一直闻到好像甜甜的味道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甜甜的感觉，这滋味香料啊！我缺这个啦，这个骨头真的好缺哦，都没在踩，酸酸的感觉，这滋味。我想要你，你一直贴着右边走就好了。我靠腰，吓死我！贴着右边走？对啊。他不是叫我找什么接待员的踪迹？哦，我想说你贴着右边就可以找到他了。储备粮食，我想说就我真的要储备粮食，我会买那种比较轻便，就是一包。中小包的那种，吃完就是可以直接丢掉，不要那种可以囤的。啊，要先吹乐器啊！异常状态无效。
这被叮就不会被麻啦。酸酸的感觉的滋味，我想要。我，它好大只哦！看起来都很大只啊。它好像海豹。大包、大罐、少包装。哦，你是说盒子盖起来，隔天继续吃那种吗？他怎么死了？哦，中瘴气哦！我的半条血没了，痛哦！超痛！我天哪，他撞我一下而已。你是穿什么啊？蒙牛啊！哦，还好呢。还好你提前穿了，不然你就知道。可能你穿那个衣服，你不是半条血，你只剩下一点点血了。赶快吃风茄啊！就是不用一直拆包装，可以伸手直接抓着吃那种。哦。不是啊，就是嘴馋会想拆那种小包装试吃包那种感觉，一小包一小包吃完就直接扔掉，虽然很不环保。哦，现在有个练等的那个活动任务，所以赶快起来，叫做缤纷色彩，打四只鸟笼种。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怎么卡了一下？这样你死了吗？